由班超部队官兵负责新建的突堤码头，长120公尺，宽7公尺，全部工程分4个阶段进行。在8个月的施工期间，全体官兵努力施工，使各项工程都能够顺利的推展。这个突堤码头的启用将可以改善大小金门之间的水上交通运输，